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城卫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想去的国家咯。没错，那我是鼓手明，大家好。那我最想去的国家是英国，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听音乐嘛，当然我们是玩乐团的，那我非常喜欢英国很多的摇滚团体，所以我非常想去那边看他们的 live 演出。对，这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望，希望可以实现。那我呢，我是主唱界，那其实我比较想要去，应该说我很想去的，对了，可是还没有办法去，因为太远了。其实就是北欧啦，因为很向往那边比较自由，然后比较不会像生活步调不会这么繁忙的城市生活，对，所以我要去那边捕鱼。哦耶！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团长兼吉他手修。那我最想去的地方，你算国家应该算是像是非洲之类的国家，因为我其实大家知道那边很多野生的动物嘛，那其实会很想要去那边看看打猎。不能打猎，不能打猎，我们不能有盗猎的行为，你知道吗？回那里比较亲切的感觉吗？对对，因为本身也蛮受性的，不是，其实去那边感受一下就是动物啊，那边因为他们那边的动物不是像动物不是关起来的嘛，就是感觉不太一样。就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感觉是，我相信那感觉应该非常新奇。我想去是非洲之类的国家。那好，我是贝手邓。那我最想去的应该是法国吧，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对，我很想去的，但是哦，去法大陆没有啊。以前看在念书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我是学画画的，然后法国很多那种街头艺术啊，地板都很多画画的、然后很多装置艺术，我觉得想去感受那边的艺术文化，我也想在地板上蹲在那边，然后画画这样子。麻烦签一下我们签名可以吗？然后任人践踏，他不是走过去吗？OK，Bonjour，对，Yeah，Bravo。